身体不会储存蛋白质，所以每天摄取足够蛋白质是必须的。蛋白质是组成人体一切细胞组织的重要成分，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，能够增强抵抗力，缓解体力疲劳，修复细胞，增加肌肉，提升饱腹感，加速病人康复几率。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，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取至少 0.8 克的蛋白质。所以，如果你的体重是60公斤，那你所需的蛋白质就是50克，等于8粒鸡蛋或6杯牛奶，或14汤匙花生酱，或1块半鸡胸肉。很多人认为蛋白质是来自肉类，少量摄取肉类蛋白是可以的。可是，肉类包含一些对健康不好的脂肪，所以摄取植物蛋白是非常的重要。三基机构归为日本保健品巨头企业，是日本最大天然营养补助品制造厂商。日本三基机构的产品研发团队经过不间断的努力，在1979年研发的三基天然大豆蛋白95，最天然、健康、安全的分离大豆蛋白，高科技提炼成粉状，容易被消化和吸收。三基天然大豆蛋白95，五大强点提升健康。强点一，三基机构使用非基因改造大豆，是来自北美大谷仓最纯的大豆物种，非常珍贵。强点二，高科技萃取大豆里优良且珍贵的成分，已经除去大豆里的不良成分，包括高胆固醇和热量的豆油，含嘌呤的豆渣。萃取出大豆的珍贵成分包括大豆异黄酮、大豆卵磷脂和大豆纤维。强点三，分离大豆蛋白纯度高达 85%，是优质蛋白质来源，提供完整氨基酸，包括所有九种必需氨基酸，不含胆固醇和乳糖。三汤匙给我们 20.4 克的蛋白质，容易被消化和吸收。强点四，三基天然大豆蛋白95的大豆卵磷脂，是脑的食物，增强记忆力，促进智力发展。强点五，三基天然大豆蛋白95的异黄酮素，每24克便含有50毫克的异黄酮素。一天3到6汤匙三基天然大豆蛋白95就已经摄取足够的异黄酮素。根据研究，大豆异黄酮在体内具有类似女性荷尔蒙的作用，能改善更年期产生的热潮红，预防骨骼疏松症，减低胆固醇，改善血液脂肪及降低乳癌的几率。三基天然大豆蛋白95提供优良分离大豆蛋白，能够维持身体的健康，身体吸收的绝对是100%营养。低嘌呤、低热量、无食物添加物，可以加入菜肴或饮料服用。三基天然大豆蛋白95，您一家人的健康选择。